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麦小豆。我现在12点半了，不是说早起吗？我们昨天晚上好像在视频的结尾处，我们好像说是明天8、9点起床，然后去宁海玩。现在你12点半了都没起来，你几点钟醒的？我其实是8点半的闹钟，然后一直闹到9点半，然后我把闹钟关掉。你又叫我起来吗？有叫，你根本不理我。真的。我睡衣还没换呢，我不打算换了，反正在房车里，在家里嘛。房车也是家呀。嗯。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我们新买的那个房子，就是我之前很久以前我录过一个视频，说要给我妈买一套那个别墅嘛，就带花园的，她有一个花园梦嘛。那其实我们在那个录完之后，好像没多久，一个月内嘛，就已经把那个别墅给买下了。然后现在就是看一眼。之前你知道有评论区有人怎么说吗？我妈已经住进去了，已经住进去了。我想说，我们那个房子要到2022年才交付，现在还在，估计还在打地基呢。我们先去看一眼，已经造成怎么样了。如果从内正门进，保安不一定让你进。这外表就是这样子，造就这种灰色的。我觉得这种灰色还挺好看的。估计要造好的话，差不多是得2022年交付。没在施工。然后我们应该在那中间套的，中间套的花园会小一点。本来我们想买这种边套的，但边套抢不到，因为就宁波啊这边买的人还是太多了。好，赶紧走吧，赶紧走吧。赶紧走，我都不敢站到里面去。头盔，不放心。我只能走在边上，我不敢走到里面去，不敢靠墙体。就像开车没系安全带。系好安全带，我们出发。现在去宁海吧。嗯。晚上带你去吃海鲜啊。走，自己想吃吧。你别说出来呀。